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父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我已经有几个月一直也忘记，也缺少时间给大家做回味经典系列。那么当时呢，这个栏目的话呢，是以经典 3.0 还有 Review the Share 还有 War for Cybertron 这三个系列合并起来啊，被称为经典 3.0 时代左右的玩具呢，会是我这个栏目拿来做分享的主力。那么这个是 War for Cybertron Deluxe Class 的 Megatron。 那么首先我提一下，手上这款呢是一个美版。那么美版的话呢，它原本的玩具呢应该是整个是偏白色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刚入坑没有很久啊，我就把它给上了一些铁灰色，所以它在某些角度看起来呢会有一点像日版的配色。日版的话那个已经是天价了，非常的不容易去买得到。那么我手上的话呢还有另外一款，是一个什么东京限定版本，是一个黑色的版本，它跟那个 Atmosphere 的一个黑色的版本呢是同捆的。那这两款的话呢，我这个的话呢当时买的时候是属于一个高价位的时候，是 Atmos 呢跟这个 Megatron 一起买的话呢，大概台币是将近2900甚至3000块。那么现在的价格已经都比较低了啊。而我手上这个美版的话呢则是用台币500块钱就买到了，换成人民币的话呢可能也就120块钱左右。当时还很容易买到，没什么人要啊，因为在整个经典 3.0 世代里头呢光是 War for Cybertron 吧啊，这个密卡登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后段班的一个模具。那么呢这个除了这个黑色还有这一款美版之外，还有日版我没得到之外，它还有一个乐团宇宙大帝的一个乐团的一个版本，那个我也有啊，但是我收在那个很深的这个柜子深处啊，我就不拿出来了。那一款的量可能才是真正最少的。那我现在呢给各位做一个展示的话呢，它是属于一个所谓的浮空状态，有的是说呢它是呢把这个履带的话呢给收到下方去的。那我们的话呢就把它的话呢给暂时的再次的恢复到所谓的一个坦克的形态，就是把它的一个履带呢给翻到侧边来。那么这款美版的话美版的话呢也是完全一样啊。那因为当时的话呢我有用这个钢弹笔啊去做一些干扫，所以它的颜色的话呢会比较立体一点点。那我在重新把这款美版拿出来把玩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小心了，因为当时在涂装的时候呢是没有特别去想到那么多啊，有时候可能就不小心把玩具给弄坏了也说不一定。那它的主体的话呢是这个炮，然后炮呢一个子弹，那么呢另外一款黑色的这个版本它的炮是红色的。那有没有这个子弹的话呢，对这个玩具的价值呢影响颇大，非常的大啊。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子弹的话呢，它的这个炮管就是非常空洞的，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子弹的话呢，就可以显现出好像有一个能量在聚集啊，或者是反正 anyway 这个质感的话呢是会提升非常的多的。那么它的一个炮的话呢就比例的话呢就是这么巨大，而且它是往前面延伸非常的多。那两者的话虽然是坦克，它也都是有轮子，但是滚动性呢其实并不是很好啊。轮胎的话呢在这儿非常的小，然后坦克的形态的话呢有几个毛病啊。第一啊，它的炮塔是不能转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就不在乎这个了。再来是它的一个造型的话，你看它这个履带里头啊有人形的爪在里头，但是呢在另外一侧的话呢反而是一个这个红色的。如果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改啊，就是如果是这个红色的部分是包在外头，可能整体造型会好看一点点。那这个部分啊，这个跟这里没有结合的卡扣，所以它这个地方有时候会晃啊，这也是难免的。那如果你觉得漂浮形态好看，那你就摆个漂浮形态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以坦克的形态的话呢，在当时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喜欢，但是现在来看真的是帅到一个不行啊。那我们来简单的示范一下这一款 War for Cybertron Deluxe Class 的 Megatron 它的一个变形啊。首先它这个炮拿下来的时候要注意啊，它这一块呢非常容易去误触到子弹，很容易就弹射出去。那其实呢如果把这个炮给拿掉的话呢，它呢也不失为是一个 OK 也是一个外星的载具吧，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帅气度的。那这个炮的一个比例的话就是很大啊，这样子看起来啊，你也可以这个把它呢就放到下方去 OK 啊。怎么样都是一个外星载具，反正以前的玩具吧帅气度都是比较高的。那我会建议呢这个时候呢先把这个履带里头的手啊先把它给往外翻出来，那如果觉得不好翻的话呢就是用一些工具呢把它给抠出来，然后呢两手呢做个简单的合并，来就会回复成一个爪形的一个造型。这一侧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把它的话呢手掌呢从内部呢给抠出来，到这抠出，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哎，都可以翻出来，两手呢做个简单的组合。再来的话呢
它的一个顶部在这个地方是有个结合卡扣的啊，把它给松开来，这里两侧都一样松开，两侧的这个部件呢把它给打开，脚的话呢就往下给翻下去啊，啊，当然这块部件应该是要先抬起来的啊，这里脚的话呢，因为是直接是往上折而已啊，它的一个组合非常的简单啊，这个大腿直接进到小腿内部进去而已，然后呢脚底板翻下来，侧边的话有一个小盖板把它给放上去啊。啊，我这个时候变我倒很小心了，因为这个玩具久了啊，还是比较担心会有一个脆化的，尤其是我已经有涂装过，我就要特别的小心了。我的话呢，有一个这个07年的一个 Legion 级的一个 Megatron 的话呢，它的一个手臂啊才刚断掉啊，今天整理这些玩具的时候呢去发现的。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呢，组合的时候它是转这个方向啊，把这个尖刺是朝外，然后往下压下来。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手往两侧给拉开，那拉开的时候呢是比较紧的啊，比较紧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头给翻出来，胸甲往上推上去。那么如果是所谓的一个超级系机器人啊，如果说是超级系机器人的话，通常头会最后组起来，但是这一款的话呢，背后做一个最后的组合，我觉得是很有代入感的，因为它这个背啊往上面整个推上去，推到定位啊，这个一定要特别讲解它这个背后是一个狂派的标志。然后呢，因为我已经有补过色还有勾过线，所以它会看起来特别的明显啊，非常的帅，简直是逆天的一个帅气。正面也有狂派标志，后面也有啊，这个的话呢，如果以变形的话呢，这个作为它收招的那个特写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带劲的。然后呢这个武器的话就这样扣上去啊，刚子弹从下面就打出来了啊，就误触到我的大腿啊，这个就很容易去误击啊，这一点的话就再次给各位讲，这个子弹太容易去误射。然后如果你要购买二手品的话呢啊，也是就留意一下，就询问一下它这个子弹呢还在不在。那这个部分再把它给扣上去啊。那这个玩具呢作为一个经典 3.0 世代的玩具呢，它的体重啊我感觉是比较偏轻的啊，因为各位也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内部啊，空洞来讲，包括这个手内部啊什么的还是比较多的空洞，它并不是那么样扎实的一个玩具。尽管它的一个外观看起来呢非常凶恶，很有霸气的样子，但其实就拿起来你就感觉得出来啊，在 3.0 系列的玩具它是真的是比较轻量化的。然后这个可以对比一下黑色的跟这个美版哪个好看，我想可能还是这个美版这个配色比较好看啊。那讲到这个，因为它是一个 Wolf Cybertron 在赛星球上的一个密卡登的一个形象，头也是一个水桶盖啊。那大黄蜂独立电影啊什么的里头的密卡登是没有出现的啊。或许的话 Wolf Cybertron 这个系列的所谓的赛博坦的上面的一个密卡登的话呢，这个形象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看的，比较合适的。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就给各位也简单做个展示吧。头部的话是一个球冠啊，手臂360度转动当然是没有问题，平举的话呢局限度比较大啊，然后二头肌的话呢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也可以弯，这个地方直接的弯上来可以弯到这么多啊，因为它是多了一层的一个关节，腰部无法动，其他的话呢大概都可以动。然后这个侧踢啊什么的这个关节啊到现在还是非常的紧啊，非常的扎实，膝盖也可以弯到约90度啊，我掰这一捆我都要小心一点啊，要稍微的放一点柔劲啊，因为这个还是一句话啊，如果你已经涂装很久的玩具的话呢，在重新把玩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的。然后身上也有一些胸口啊这些地方的一个透明件。那整体来说当年呢它是一个比较普通啊，不是那么样被高评价的玩具，但事到如今的话呢，时间总是还它一个清白啊，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啊，我们在那个时代的话呢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行了啊，以后的话呢会有时间来帮我们证明很多的事情。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